今年八年，根本唔知道啊。以前睇就話可以見到呢樣嘢，依家可以直接接觸到喎，咁大件事。你咁講，真係知咩叫元宇宙啦？點都知道啲嘢，上網點都立過下啦，有講噶嘛呢啲都。係真㗎？哇！做咩兩個放都唔走，搞咩啊？我啱執完嘢，依家準備走㗎啦。都有啲嘢咩做咧？有咩啱先？我哋啱先聽完元宇宙啊，你知唔知啊？知啊，就是一个同现实世界平衡的虚拟数字世界，而现实世界的人可以在入面有一个分身，你喜欢在入面飞天遁地都得。挑战者一号的世界是最表现出元宇宙的世界观。真是咁正咩？咁有利就有弊噶啦，虽然是正，但都有很多争议，例如会不会沉迷了而放弃现实，两个世界分不清而危害其他人等，都是全世界考虑紧。你講又啱喎，兩個世界分唔清都幾恐怖下嘅喎。如果個個都係虛擬世界仔個英雄，翻到嚟現實中咁咪好危險。元宇宙咪淨係得 Facebook 搞噶，有冇其他人搞噶？仲有其他嘅，不過講翻先 ，Facebook 依家叫 Meta， 仲有 Apple、微軟、亞馬遜、抖音、iPad Game 佢哋都有講過會搞。iPad 都有，佢唔係真係整 game 嘅咩？是啊，但他整了虚拟世界类的游戏，所以都很多人期待他的世界是整到很漂亮的样子。那仲有什么公司可以期待的？都是 Meta 啦，他最先公开了一个叫地平线工作室，是一个虚拟工作室。他亦都为了开发元宇宙而收购了一间叫 Oculus 的 VR 眼镜公司。他眼镜有很精准的动作捕捉，还有空间声控，但现在只是可以固定而不可以跑来跑去。不如看看地平线工作室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虚拟世界。點解冇得跑啊？咁係因為 Meta 嘅老闆 Mark 覺得喺一個為所欲為嘅世界行動嘅需求係好低，想去邊順而就得啦。哦，又啱喎、啊，啱喎、啊，原來元宇宙嘅行業咁大範圍㗎。係啊，其實元宇宙已經開始慢慢咁融入我哋嘅世界啦。哇，4:35落嚟聽日翻學再講啦。好啊好啊，啲事都同我講啊，你啱先又開完，我都走啦。拜拜，拜拜。